为了协助台湾的青年朋友达到参与国际事务的梦想，中华民国外交部规划了六大类型，让我们的青年朋友可以增广国际见闻，学习成长。这么好的机会呢，包括了有文化交流，有台湾行脚，有度假打工跟国际活动，以及有一些奖助学金跟能力的补助。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台湾青年放眼世界计划当中的青年度假打工计划。为您请到的是外交部公众外交协调会的副执行长兼外交部的副发言人，就是李宪章副执行长。副执行长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就青年度假打工计划为听众朋友来做详细的介绍。这是外交部从2004年开始推动的一个计划啊，鼓励台湾的青年朋友可以跟国际接轨。那我们先请副执行长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度假打工计划，跟我们一般所说的打工度假计划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常常会搞错啊。是的，谢谢主持人啊。度假打工，顾名思义啊，就是度假为主，打工为辅的一个计划啊。是。这个方案呢，当然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给青年朋友到国外开拓视野，然后能够建构自己的国际力、移动力，甚至可以培养自己独立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目的主要就是说，你透过在出国的期间，自己透过打工的方式，资助你在国外旅行的这个及生活费所需要的开支。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构想之外，也希望能够不要增加家长的负担。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考虑。在前几年呢，我曾经访问过一位台湾的女孩子啊，她是到日本去做度假打工一整年的时间。那么当时她说呢，因为有年龄的限制啊，那她刚好已经赶上了最后一年了啊，所以呢就决定要给自己一个挑战的机会，所以她就到了日本的各个有机的农场做这个度假打工的计划啊，整整一整年。而当时呢，很多的朋友对于所谓的度假打工真的不大熟悉，所以很多人听了就说，哇，怎么有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都不知道呢？但是我想从2004年到现在啊，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应该都会来争取要善加利用这个机会了吧。是的，既然是度假打工嘛，那当然一定有个正确的认知，我们不是输出台劳哦，我们目前还是希望年轻朋友到国外去，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安排，能够多历练，多体验异国的文化啊。那么目前我们外交部跟相关的我们驻外管处啊，已经跟14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双边合作协议，所有的内容都是互惠的安排，包括你到任何国家去的时间也好，或相关的待遇、工作的这个相关的细项安排都是互惠的。那么目前已经签署了14个国家，包括亚太地区有4个，就是纽西兰、澳洲、日本跟韩国。北美地区有加拿大一国，那么另外还有主要集中在欧洲，德国、英国、爱尔兰、比利时跟斯洛伐克，还有波兰、匈牙利、奥地利跟捷克。是。那么捷克因为去年12月28号才签署，预计今年4月初会生效。那么原则上大概度假打工的年纪都在18岁到35岁之内，其中有3个国家比较特别啊、哦，加拿大、斯洛伐克跟匈牙利。他的年纪是35岁为限，但是呢，你是在满36岁生日之前都算，所以他的条件是相对比较宽松，所以他的每个国家的年龄限制规范不太一定，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我们外交部的这个网站的青年度假打工专区，里面有所有的资讯可以给各位参考。刚刚副执行长提到了互惠这个名词，所谓的互惠呢，也就是说这14个跟我们签署了青年度假打工协议的国家，不仅仅是我们的青年朋友可以到对方国去做度假打工，那么对方的国家的青年朋友也可以到台湾来啊。是的，因为我们希望年轻朋友能够走出去，但是我们同时也希望外国的朋友、年轻朋友，特别是年轻一代，这个愿意到台湾来认识我们台湾美丽的风光也好，或者是丰富的美食啊、甚至我们各方面进步的这个制度的一手体验，我们都非常鼓励他们走进来。这是一个双向的交流的安排啊、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国人出去的时候是展现我们台湾年轻人一个很优质的形象，是我们台湾最好的一个外交官啊、那么希望他们也能够，外国朋友能够到台湾来，相对的能够
亲身体验台湾的各种丰富的这种人文跟美景。是，像我之前啊，在欧洲做自助旅行的时候啊，譬如说我在荷兰碰到一个澳洲的女孩子，她说呢，她本来只是来这边当背包客，可是她到了这个青年旅馆之后，她发觉她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她就决定留下来工作了。她已经工作了2年，而接下来呢，她打算啊要到韩国去工作。当时我就想，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呢？那像我们的青年朋友，如果出去度假打工，那我们要怎么样先来找我要打工的地点，或是我要工作的类型？是我们当了背包客，到了当地发现，哎，这个餐厅不错耶，我想留下来，我就可以留下来吗？嗯，是这样子啊。目前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的确啊，我们14个国家里面，这个任何一个国家，每一个青年朋友都只有一次的机会。但是你去了澳大利亚，等到你结束澳大利亚度假打工的生活之后，你也可以选择到不同的国家去历练。所以这个机会是永远在那里，只要你在35岁或30岁以内，这个机会永远在那里。那么特别是度假打工是没有这个学历的限制。是啊，你只要小学毕业，你有这个意愿，嗯哼，你有基本的语言能力，我们就非常鼓励你能够出去。那特别好的是，教育部也提供了贷款的计划。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有一个为了鼓励青年哈、体验人生的一个计划，叫做这个青年海外生活体验专案贷款计划。每个人贷款的额度最多不超过12万，贷款以70%为限了啊、是，那以上限是12万。但是如果说你家里年所得是在114万以内的低收入家庭，基本上你可以全额贷款。那么将来你贷款还款的这个规范呢、就是以这个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的挂牌利率 2.53 的利率分5年摊还，所以平均一年下来大概2600块台币。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这个还不起贷款的。所以这个是政府协助青年放眼世界的一个平台，一个配套的措施安排啊、教育部这样的安排，就是说也希望能够让这个年满20岁到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贷款。像欧美国家很多的青年朋友在念完了高中之后要上大学以前，他们希望可以给自己1年的时间去世界走一走，再回来决定一下究竟我的人生要往哪一个领域去学习专长，或是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继续，是要工作呢还是要继续读书呢等等啊。在台湾我们比较少有这样子的一种观念了，父母亲总觉得先好好把书念完，将来你想怎么样再怎么样。所以18岁如果就选择要出国去度假打工的话，那在台湾啊，现在这样的情况普遍吗？据我们的了解，大概目前出国度假打工的年轻朋友大概都大学毕业为主，很少18岁、除非他这个没有继续念大学、不过这个案例个别比较少，我们也没有目前为止没有具体的统计的这个数字。不过据我们去年办了6场，全台湾有6场宣导会啊。那我们经过这个教育部方面的统计，大概到场的很多是在学青年朋友，他们去现场啊，甚至网络直播，我们也做了网络直播，他们到现场去了解，都是规划说将来这个毕业之后啊，能够到国外做这个度假打工方面的探索，这个是我们目前为止了解到的，对。但是如果说青年朋友有年纪这么18岁就愿意出去，我们也非常鼓励，但是还是要自己做功课。是、不要出去变成家里这爸爸妈妈担心嘛、年纪这么轻、我们这个计划是希望国人跟年轻朋友还有老师家长能够多多宣导、那也能够多多利用。其实像台湾现在啊，我们连背包客的年纪啊，自助旅行者的年纪都越来越轻了。以前可能大家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想到我要出国去走走，那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呢，18、19岁的时候，我在上大学以前我也想去世界看一看，所以背包客的年纪也有年龄层下降的趋势。但是呢，当一个自助旅行者，一个背包客，跟我们用度假打工的方式到国外去还是不一样，最基本的就是签证的类型就不一样了。是的、度假打工基本上，虽然目前现在全世界有161个国家跟地区给我们中华民国护照持有人、就是我们的国人免签证或落地签或者其他签证便利待遇的一个安排、但是呢，如果是以您以度假打工的身份出国，在国外做长时间的停留，还是要跟这个相关的国家的驻华单位、驻华机构申请这个度假打工签证，所以基本上还是需要签证的。那当然护照的效期至少要有6个月以上的效期，那么澳洲、你到澳洲度假打工
基本上就要一年以上、嗯、所以每个国家对我们持有中华民国护照效期的规定也不完全一样，还是可以回到我们外交部的网页上去参考。之前看过一些新闻啊，提到像台湾有一些偏乡地区的小学啊，那小学的校长呢想尽办法希望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些师资啊，让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也能够有国际观，也能够受到像外文的教育。所以呢有一些小学的校长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一些国外的朋友到台湾来当背包客啦，或者是呢也许来台湾度假打工啊，就希望能够延揽他们到偏乡的小学里面去教语言，或说陪小朋友们上课也都好啊。所以像国外的朋友们，像这14个国家的朋友，他们要到台湾来度假打工，那他们多半要从哪些管道知道说我可以去哪里打工呢？是的，我们那个外交部最近这将近半年多来，我们一直在规划怎么样建构一个单一平台，给这些外国青年朋友掌握到台湾来工作生活的资讯，包括你怎么样找到工作的机会。那我们当然也希望除了他们到台湾来进行这个英文语言教学之外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打造成一个他们学习汉语也好，学习中文也好，或学习正统中华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基地，这样一个桥头堡。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建立这样的意向啊，让他们要学习中华文化的美跟的内涵，你就要到台湾来。是、所以我们外交部目前正在整合相关的资讯啊，包括请各部会提供打工的机会哦，那我们将来会建构一个英语的平台在我们的网页上，那开放给这个外国朋友，他们知道掌握台湾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你到台湾来应该注意交通上注意哪些事情，工作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比如说保险各方面的，这些资料都会整合在这个平台下面。其实外交部呢为了要推广这个度假打工计划啊，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利用网络的平台来把这个资讯公开化，也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知道。所以接下来呢也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些如果朋友们也有机会或者是你也想要度假打工的话可以来使用的，一个就是年轻的朋友最喜欢用的脸书。那这个脸书的粉丝专页呢是今年的1月27号已经正式上线了，目前有5个国家跟我们有度假打工 Let's Go 的这个脸书的粉丝专页。那有澳大利亚、有日本、纽西兰、加拿大跟英国的代表处开设了这样子的一个粉丝专页啊。真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脸书的平台里面啊，像我上去看之后都发现哇，有好多跟国际接轨的资讯可以在这里得到最新的讯息。是的，我们当然顾虑到也考虑到这个现在年轻朋友这个截取资讯啊，还有交流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从今年1月底开始请这5个国家我们驻当地的代表处，我们因为这5个国家是目前我们台湾年轻朋友到国外度假打工的前5名、最夯的5个国家啊、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从这5个管处开始试办这个粉丝页的这个做法，增加跟我们年轻朋友的这个互动交流，然后也增加这个亲近性，然后有关相关最新的讯息也好，或者是当地国有关劳动法规也好，交通方面新的规定，甚至你到国外打工收入要不要打税，要不要课税，这些资讯随时都会，我们有代表处的同仁随时把最新的资讯铺在网络上，您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如果这个年轻朋友您平常有上粉丝页的习惯，也希望把您知道的一些具体打工的一些经验分享，透过这个平台跟一些很想出国度假打工的朋友分享。我们这个粉丝页的这个用意是在这里。这5个国家为什么会是在14个国家排名前5名？我想语言其实占了一个很大的因素吧。对，日文我们很多人学嘛，那英文在这其他4个国家都比较可以使用。我想最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呢、日文当然，日本我们跟日本台日的交流，民间的交流特别多哦。这个观光客互访的人非常多，这个当然还有一些历史上的因素我们不在这里提。但是以澳洲、纽西兰、加拿大跟英国来讲，澳洲跟纽西兰是所有度假打工里面我们跟签的国家是等于是先驱、这两个国家是最早跟我们签双边协定了，那加上离台湾也比较近、那么这两个国家的工作形态跟欧洲的几个国家，目前我们签了9个欧洲的国家的工作形态不太一样，我们年轻朋友去当地从事的工作产业的性质不一样、纽西兰跟澳洲基本上是以农牧为主的国家，
所以年轻朋友到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去，基本上是在牧场、农场啊，或者是他们的超市打工。嗯，那么基本上他需要语言能力的门槛相对比较偏低。我想你去采苹果、采樱桃或者采草莓的时候，大概不太需要跟水果讲英文啊。而且以澳洲来讲，它澳洲的这个度假打工的政策是最开放的，它是可以最多到两年，它是对全球只要是低度移民风险的国家它都非常欢迎。那么台湾目前是在澳洲里面是排名第二的度假打工来源国，那加上我们年轻朋友表现得很好，很勤奋、很认真，行为表现各方面都很好，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我们去。那当然这个一来像当地的这个除了离台湾近之外，相对的生活水准、生活这个成本也不是那么高。嗯哼，那以英国、加拿大来讲的话，相对稍微比较远一点，但是毕竟它相对于其他的欧洲国家，对我们来讲是相对比较熟悉的，对，而且使用的是英文。嗯哼，你不是说到德国、比利时、奥地利以后，这些大概德语系为主，或甚至 讲捷克语，这些国家可能国人相对比较不熟悉。我想选择上当然变成有一个趋势，那加上这种群聚效应啊，年轻人去了以后发现，这个去了有经验分享的这个情况出现以后，大家就觉得带动这种滚雪球的效应，比较有这种学长学姐制。对对。好，那既然我们提到了澳洲啊，接下来呢也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一下，在台湾的年轻朋友到了澳洲去做度假打工计划。在2015年呢，根据澳洲移民部的最新的统计啊，他们在2015年的财政年度，也就是2014年的下半年到2015年的上半年呢，总共核发了21万多的度假打工的签证，而我们是次于英国，我们是澳洲境内第二大族群，表示我们台湾的朋友真的很喜欢去澳洲。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度假打工会碰到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说交通意外啦、工作上的一些工作的事故啦等等，好像也就是澳洲比较多耶。对，澳洲因为它的国土有台湾的216倍大，可是它的人口跟台湾差不多一样，所以可以想见它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全球最大的岛屿，最小的大陆。台湾216倍大，而且工作的地点通常农场是比较偏僻的地方，有些离大城市开车要4-5个钟头。既然这么大的地方您打工，又规定一个打工的工作的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或半年，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年轻朋友是流动的。你中间要转换工作、转换住所，甚至休假的时候你会开车去玩、跟朋友一起出门去玩，这些因素都可能构成我们出国的时候在那段时间要特别注意个人人身的安全。那么你到当地也要注意遵守当地的相关的法规，譬如说一些注意的事项我们必须要在这边特别强调也提醒一定要做得到的。第一个，要跟雇主签这个工作的合同、合约，雇主有责任有义务要保障你得到最基本的工资，然后要在工作的时间职场要给你做投保，比较白话的讲就是你去不要打黑工、因为你如果打黑工你就变成雇主剥削的对象，对，变成剥削的肥羊、第一个，我们不非法打工，一定要合法的中介、合法的雇主。第二个，不要逾期拘留，不要逾期停留。那第三个就是不要酒驾开车，我想这个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不是只有在澳洲或台湾、那么另外开车当然不要超速，另外也就是说不从事危险的活动、违法的行动。违法当然很多、包括现在有些国人在不知情的情况携带毒品出国、也是有，或者是从事网络诈骗、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另外最后一个，不要收来路不明的包裹。我想只要常常出国的朋友都会在机场的柜台，都会柜台人员都会问你说你这个行李是不是自己打包的，是要很明确的，他要很明确的了解到你是不是知道你打包的行李的内含物是什么。那么有些年轻朋友因为年纪轻他不太懂事啊，那加上帮人家热心帮忙人家拖带东西、可是有些你如果不知道内含物是什么，除非是你的亲戚朋友、如果是陌生人或不熟的人拖带你东西千万不要带，因为常常会有夹带毒品，这个会造成一毕生的遗憾。这是几个要注意的面向。第二个就是要积极面的，要年轻朋友知道的就是要注意职场的安全，是、这个是确保自己工作期间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条件。另外就是要遵守当地的交通法规，出门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出门像断了线的风筝、完全不跟家人联络、开了车很嗨，路上可能会碰到大型动物，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危险。另外呢，出国的时候还是要除了国内的健保要继续保留之外，要购买足额的
伤害医疗保险，因为我们一般的旅外平安保险只有涵盖的时间只有180天、嗯、那么你通常出国度假打工是最少1年到2年、嗯、哼，所以你超出180天之后你就变成一个无保之人、哦、那如果在国外发生意外事故到医院去就诊，医疗费非常的高昂，报纸上也常常提到动不动就1-2百万的医疗费用、嗯、无端的造成个人跟家里经济的负担是很不必要的，所以、嗯保险健保要保留，到国外也要投足适合的这个伤害医疗保险、嗯、那么另外也要在我们外交部的领事事务局做出国登录的动作，把你的联络方式留在我们的出国登录，那我们也提供摸彩的奖品、啊、每2个月会摸彩、哦、提供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奖品对、嗯、那最后一个就是要随时跟家人保持联络，甚至跟我们当地的代表处办事处的同仁建立联系的这个习惯，是、嗯、好，这样我们万一你在当地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我们才能够在第一时间提供协助。外交部已经在2015年10月在青年度假打工的专业设置了这个申诉专区啊，可以让很多的年轻朋友，当你在这14个国家进行度假打工的时候，如果你遭受到一些不当的遭遇的时候，就可以透过这个申诉专区来进行求助。所以我们在这14个国家，我们都会有驻当地的一些代表处，这些青年朋友们在当地若碰到任何事故的时候，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啊来寻求帮助。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来上我们外交部的青年度假打工的专页，来好好的看一看有哪些资讯是我们可以来使用的、哦、所以这个申诉专区就是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嘛，其实我们只要可以用网络，我们就随时都可以上这个申诉专区。我们目前的做法大概是、嗯、我们已经有统计过类似几个案例啊，就是透过这个申诉的平台、嗯、得到自己应有的赔偿。雇主也好，他本来克扣你的工资、嗯、他也经过当地政府机关的介入协调调查之后，查有实证，得到应该自己应该有的赔偿，确保了自己的权益、哦、我们希望这些事情都不要发生。对，但是一旦发生，我们希望你有第一时间能够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申诉的平台，嗯哼，有相关的资讯。那么原则上这个必须要是当事人提备相关的证据，包括你的工时薪资单、哦、或者是如果你有被骚扰的这个具体的事证、嗯哼哦、提供出来之后交给当地的相关的机关、嗯、哼，那我们的网页上都有、哦、那么如果说你提具相关的资料之后，他们会进行调查。譬如以澳洲来讲，澳洲这个相关的这个平权工作署，他们还有提供华文的服务。哦，这么好。那如果你连华语服务或者是各方面你都还有疑虑，不太敢这个采取行动、嗯、你也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们代表处或办事处了解一下，看看后续要怎么处理，我们也会协助你帮忙你。那你提出申诉之后调查的进度如何，我们相关的驻当地的代表处或办事处也会在不违反当地法规的情况之下、嗯、会协助你帮忙了解你提诉的案子的这个进度、嗯、帮你追踪相关的进度。对，目前已经有好几个案例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申诉平台得到自己这个权益的保障。刚刚李宪章副执行长啊提醒了很多的年轻朋友，当我们在这些国家进行青年度假打工计划的时候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而外交部呢也在相关的网站上啊有提供了这个青年度假打工的电子书，这个 e-book， 现在有13个国家，少了就是一个捷克啊，我们最新签署的这个国家啊。那么这13个国家的 e-book， 我想大家在要出发前往这个国家之前，应该好好的来研读一下，对于相关的国家要有一些比较基本的了解跟知识吧。是的、嗯、那可以刚刚补充一个问题，刚刚主持人有问到了、哦嗯、就是国人出去的时候要找当地的就业机会、哦、那么政府目前有我们掌握到的有6个国家、哦、澳洲、纽西兰、日本、加拿大、英国跟比利时，他们的政府部门有设立 相应的这种求财讯息平台，我们也都上挂了外交部的网站，在相关连结里面可以查得到、哦、如果各位需要这个透过这样的平台去先预先了解当地有什么工作的机会，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去进行、嗯、不过我在前年9月从英国回来，在英国回来之前我在英国代表处服务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年轻朋友已经到英国去度假打工、嗯、那么我也常常利用周末的时间我会去明察暗访、哦、去做田野调查、嗯、是去牛津街去丽晶街甚至他们的Outlet去跟他们我们的年轻朋友看看他们，我跟他们聊聊天，然后关心他们一下，了解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代表处或政府部门帮忙的地方、哦嗯、那么我包括就求职的管道来讲，每个国家情况不太一定，有些是且战且走，有些是到了当地才找工作，有些是事先就找好、
好，所以那么找好，有些人是透过中介的方式也有，那么有些是朋友介绍。好，那打工的性质不一啦，有些是在像英国大概很多就是在这个名店街做这个销售员的工作，有些到餐厅打工，那么澳洲主要就是农场超市这些的，所以每个国家的工作性质不太一样。那当然住宿的条件也好，或医疗当地你要投保保险看医生，这些资讯都要事先透过自己事先的做功课，或者是透过跟有度假打工经验的朋友先预先了解之后，因为出门一个人在外有朋友帮忙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是要懂得怎么样风险评估，怎么样保护自己，这些非常的重要，不要一出门让家人担心，那就不好。是澳洲政府啊，他们最近呢也开发了一个紧急救援的 APP， 一个应用软体啊，叫 Emergency APP， 在度假打工 Let's Go 的脸书的粉丝专页上就有这个最新的讯息，所以到澳洲去的话就可以下载这个 APP，在紧急需要的时候可以来使用。是提到这个紧急这个资讯非常重要，紧急的服务万一有碰到什么状况啊，我们其实外交部有一个做法已经大概十几年了，就是我们在全球目前118个管处，我们每一个管处至少配备一只手机，24小时直机的同仁会接电话，所以我们同仁不管是上下班坐公车坐地铁开车吃饭睡觉，那个电话是抱在身边的。不能漏接电话，国人有什么需要在当地求助，第一时间，不管你是掉了钱包护照掉了或被偷窃，甚至发生不幸的意外事故，你都可以找我们。当然这个定义是急难救助啊，如果你是一般的咨询的意见啊，一般问上下班时间几点，那个我们不建议你打这个电话，因为那个会占用到真正需要的朋友。好，所以我们在全球118个管处都有配属这样一个服务的机制啊，甚至我们台北桃园机场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服务啊，遇有任何的急难救助事件都可以打我们这些电话啊，我们同仁会在第一时间提供你不管是意见的咨询也好，或者是说第一时间及时的帮助。那有些地方国家幅员辽阔，我们第一时间如果赶不到，我们也动员当地的志工系统慈善团体相关的警政机关，我们都会帮忙。所以像这个紧急的电话不仅仅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度假打工的朋友可以使用，像我们一般如果出国去旅游的时候也都可以使用吗？当然当然，对，所以我们要勤于上外交部的相关网站，是不是有很多相关的资讯，以前比较没有机会会想到要上外交部的网站看一看。是的，其实外交部的工作很特别啦，我们当然希望民众知道外交部的做一些服务的事项，有便民跟一些利民的一些做法那资讯都在我们的外交部的网页上，也许你平常不觉得外交部存在的必要性可是外交部就像空气水是一样平常你不觉得它很重要，但是你需要的时候它就在你身边。而且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啊，就是当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一踏出国门，像我们的手机里面啊，就会有外交部的简讯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国家有什么紧急的需要，你可以拨打什么电话，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相关资讯。当你一个人踏出国门的时候，收到这样的简讯啊，立刻会觉得心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就觉得好像是我的家乡的有人在照顾我耶。我觉得对出外的背包客也好啦，或出外的游子啊，会觉得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家，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这是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以前在英国工作的时候，我也跟英国的朋友聊过那么他们周末的时候看我接这个电话，周末跟他们这个家庭联谊的时候，他们看我接这个电话他们问我，他们觉得中华民国政府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他们国家没有这种服务所以我必须很骄傲的说我们政府部门，特别是外交部驻外同仁还有我们外交部全体同仁，在服务国人这一项，我们一向都是把它当作是最优先的课题最优先的这个事项，所以只要任何的需求请大家不要客气给我们多一些相关的资讯，那我们也提供必要的协助那当然也要多多给我们鼓励啦。是，不过刚副执行长提到就是在您在英国的期间跟这些从台湾到英国去从事度假打工计划的朋友接触那他们所工作的这些地方，譬如说超市啦，或者是名店街里面当这个我们所谓的柜姐等等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些工作在台湾我们也可以做如果你要磨练你的这个工作的经验啦，或者是说要增加你工作的经历
历啊，在台湾难道不行吗？或者是说有些工作在台湾其实你并不会想到说我一定要去做，可是到了国外，我们好像什么工作都没得选，我们就是要做，什么工作都会做，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呢？我想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国际的这个趋势啊，大概就是一个大家一直在讲地球村啊、哦嗯、那么台湾将来竞争的优势，台湾的竞争力，将来整个国家的前途就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嗯、哦，那当然我们不能关起门来自己说我自己多好、嗯哦、你要到国外去看看，在当地长时间的生活之后，你就会深度的知道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优势跟特点，特别是年轻人、嗯、他们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教育。但是我也听过很多年轻朋友，青年度假打工朋友回来，他们说他们出去这么久，在国外待这么久，才觉得台湾有多好。嗯哼，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来让我们年轻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自我探索，能够开发自己的潜力。嗯哼，那当然工作机会这样的感觉性质是都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在国外的话，你必须要面对很多外国人，像伦敦这么一个大城市，各国的观光客都有，你不仅要对讲中国大陆或台湾去的这个观光客嘛，嗯，顾客。你要会互动，你要跟不同的国家的人用英文、啊、用你、嗯、或是你熟悉的中文、啊、来跟他们互动，怎么样推销、嗯、然后当然你出去某种程度也代表台湾的形象，对外国朋友来讲，就是台湾凸显台湾一个年轻人价值跟台湾一个人文素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刚刚副执行长也说呢，这14个国家每一个国家我们在年龄限制以内都有机会可以去一次，所以如果说我们从18岁开始，哇，你可以算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来环游世界。对，刚好到你35岁、嗯、刚好14个国家刚好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嗯、我觉得比较有挑战的应该是非英语系的国家吧，譬如说像比利时其实英文也还算蛮通的了、哦、那你说去捷克、去斯洛伐克或去匈牙利，可能在工作的职场里面你要用到英文的话几率比较低一点，除非是国外的观光客，但如果你跟在地人接触的话，德语可能比较通。所以我们的朋友们也需要在台湾的时候先好好的来训练一下，譬如说德文啦、英文啦，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基础吗？欧洲这些国家、嗯、当然这个相对比较先进西欧的国家，德国基本上英文是很普遍的，当然原则上也要看你到哪个地方，如果你是、嗯，当然一般工作机会都集中在大城市啊、哦嗯。如果你到偏乡的地方，那么可能会讲英文的人就比较少。那么以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这几个国家来讲，我想当然可能语言英文的普遍度就没有像西欧国家这么方便。所以如果说你有具备的基本的英文能力、嗯、再能够学一点当地的语言是最好的，找工作是有很大的帮助，在生活的便利性，在确保自己的权益，在日常生活的沟通上，甚至你在出门去游玩的时候、嗯、去观光的时候，都能够掌握到第一手的资讯，也能够吸收到别人吸收不到的资讯、嗯、我想这个是一个语言的优势。但是语言这样的条件并不会阻碍你去成为度假打工的这个一份子、啊、如果你语言基本上不是那么灵光、嗯、我觉得也不要自我设限、嗯啊、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好不好好把语言充实一下。因为我想以副执行长您自己啊，就说学习英文的经验好了，我想语言就是要用来沟通跟来使用的，在你到了当地国的时候啊，不管你之前这个语言学的怎么样，也许只会写，也许只会看，只会读，可是当你一定要说的时候，那应该是突飞猛进吧。我想学习语言就是环境的问题、嗯哦当然越想学习的话越快，吸收能力越快、嗯、但是 我想学习语言不要怕错、哦、就是有机会多讲，我想外国人朋友看到你尝试的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沟通，他们也都会很感动、嗯、就像外国朋友到台湾来、嗯、他们用很不灵光的中文跟我们讲，我们都基本上大概都能够了解，我们也都很愿意，开心的不得了，对，我们也很愿意帮他们、嗯、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双向能量的沟通啊。我想你只要展现你这方面的这个学习的意愿跟动机，我想你在那边半年一年下来一定会很有收获。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介绍的是外交部从2004年开始推动的青年度假打工的计划，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非常的希望透过这个计划跟国际接轨，来增进自己的人生的历练，来拓展国际的视野啊。当然也是希望能够让很多青年朋友呢更加的培养独立自主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为您请到的是李宪章副执行长来为
为我们介绍青年度假打工计划。那最后我们来谈谈在2016年，那么今年对于这个计划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政策啦，或者目前有一些新的计划吗？是今年我们目前当然我们有一些外馆还陆续在跟相关的相关住在国的政府哦，在洽谈这个度假打工这个协议的这个安排哦。那么当然随时有新的这个进展，我们会跟随时跟各位国人还有听众朋友报告。那么另外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目前跟相关的部会，因为这个案子啊，推行到这么多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啊，怎么样让国人知道出国之前建立正确的一个出国应该有的认知，一个应该有的这个出国的一些知识的建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从前年开始2014年开始的6月开始到现在，大概每3个月召开一次跨部会的协调会啊。那当时行政院非常关心，所以要我们外交部主导这个案子。那么每3个月开一次会，目前大概有9个部会来参与。那么相关的有关交通的部分，大概交通部这边会负责。那么劳动部这边会负责有关申诉的部分啊，还有一些劳动权的一些保障的问题。如果说你的中介是国内的中介，万一发生了这些权益受损的情况，你也可以跟劳动部提出申诉。那么如果你的中介是在海外的，那当然要找当地国的政府提出申诉。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建构之后，我们发现绩效非常好，但是也发现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所以过去2年我们从前年开始办3场宣导会全台湾，去年改办6场，我们规划今年在7月到9月的暑假期间，我们也会跟教育部跟相关部会合作，在台北、桃园、新北跟台中、高雄、台南举办6场宣导会。那么这个宣导会就是在刚刚在节目里面提到的一些重要的宣导事项我们都会在宣导里面做加强。我们会邀请有度假打工经验的青年朋友到现场分享，也会邀请一些相关国家的驻华使节他们派代表到现场跟我们介绍他们国家推行度假打工政策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也好，或者是好玩的地方。那么最重要就是我们当现场也都会做网络直播，过去几场我们做网络直播的一些语音档也都可以上我们外交部的网站 YouTube 都可以看得到。好，我们现在已经有14个国家跟我们签署了青年度假打工的协议，那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也能够跟台湾签署这种互相的让对方的青年朋友也能够有机会来到台湾体验台湾浓厚人情味的机会希望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好，今天非常的谢谢李宪章副执行长为我们所做的介绍，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